妃这几日真是太辛苦了。不行，为了李兄。李侍卫跟李侍卫有什么关系啊？没事，小凯，大人的事情啊你不懂。王妃，你又在说我不懂了。对了，皇兄，拍卖会上的钱该拿出来了。是，但是王妃要用那个钱做什么呀？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啊。属下该死，属下是呼唤大王数声，并没有收到回应，担心大王安危才闯进来的。你进来之前能不能先敲门呢？找本王何事？大王，属下有要事禀报。一是刺客之事，白客和蝴蝶近几日在宫中、城内又严加巡视，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事情。能不能就发现一次？下次这种事就不要禀告本王了。这第二件事，您还是亲自看吧。王公舞会，王妃斥巨资办的，特别邀请您到场。本王就知道他还有后手，咱们去会会他。是。主人，马车已经准备好了，但是你确定要亲自去看吗？我怕你现在现身会有危险。放心吧，我以前都是以黑衣人身份示人，如今我们以真容现身，没有人会怀疑，我必须亲自确认一番才放心啊。走吧。兰儿，恩人姐姐，这是我家大人特意过来看你。这位老爷，您来是有什么事吗？你竟然还活着？您说的什么意思呀？我没听懂。你当真不认为父了？大娘，姑娘是你啊！上次你送兰儿回来的时候，就一直叫她小姐。你们是她的家人吗？兰儿的原名叫苏和，是我家小姐。我们家大人是她的父亲。原来真是兰儿的家人。我把她救回来5年了，她一直想不起她姓甚名谁，家住何处。我来，就是要把她带回去的。